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飞啊。美好的一天开始了，然后这个天终于放晴了啊。这个雨雪天气应该是已经过去了啊。看这里啊，他们这个房子上的冰都开始融化了啊。然后的话，我就拿着扫把啊，在这里面给他们又开始搞卫生了啊。这卫生是真不好搞啊，说句真心话，因为这个又是泥，又是沙的，又是这个冰的，又是这个对吧？啥的，就是这样啊。然后他们里面的话，这个我得考虑啊。这个里面要不要给他们换掉啊？我打开啊，还是直接换掉咋整啊？因为里面的被子比较湿嘛，你这几天他们里面比较潮湿嘛，就是这样啊。要不先给它打开吧，先把这个打开，然后给它晒晒太阳吧。里面，过几天天彻底晴了，里面也干了，把他们被子全部都给换掉啊。不中该背后搞头戏啊，可脏着不着。咱不搞头戏啊，这好不容易传上，大家都是传上心上，你也是传上心上，给我冷静，知道吗？不准拔来拔去的，对不对？大家看这里啊，这我不是说对黄豆有意见啊，那是真的是很无奈啊，大家看到没？啊，那是真的是相当的无奈啊，这砖头都跑到这个上面去了啊，谁知道砖头下面竟然还怼了个洞啊？大家看看啊，这个洞还挺深的。丫丫，你别过来，去。别往身上拔，这黑衣裳一拔都脏，就是这。大家看啊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不知道他在里面是准备打行宫还是打啥的，就是真的是相当的非常的很无奈啊。但是他们这里面的话，说实话啊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这个大被子啊，他们竟然能够挺到今天一月份啊，这个是11月份的时候给他们搞上去的嘛，现在一月份啊，他们这里面还好好的啊，还非常的干燥啊，里面啊。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啊，因为按照前几年的这个规律来看啊，这个被子一般都挺不到一个月的啊，这都挺了2个月了啊，这确实是很难得啊，说实话真的是这样的啊，还非常的干燥，非常的不错啊，非常的不错啊，小黑黑非常的不错啊，我给你们搞卫生啊，听话啊，拍一拍脑子变聪明点，等一下小花，我把你们那里面那个这个给打开呀。哎呀我的天哪，看一下这个要怎么搞。哎呦哎呦哎，这个平移。哦，这样这样这样，我操我操，移过去了，这个开了个口啊。啊，你别激动啊。都给我冷静点啊，都冷静一点啊。No, 不要扒不要扒，一扒扒的特脏啊。啊，把这里面给他们打开呀。把这里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把这个打开。让这里面晒晒太阳啊，晒晒太阳。等一下要把这个被子拿出来是咋的。哎呀我的天哪。哎呀不行，还是把他们那个被子给丢掉算了，那个被子都被咬烂了，而且特别脏啊，丢到垃圾桶里。不知道咋想然后这个被子丢到垃圾桶里面了啊，然后这边的话给他们把这个又换上来了一个被子啊，这个是之前到的被子啊，这个被子就比较暖和一些了啊，就是这样。小花儿，你咋真精真嫩啊？啊，上来就躺到这个里面啊，就他俩最精最能了啊。本来说过几天给你们换的啊，但是想想算了，那个被子属实是太潮湿了啊，这个被子之前在院子里晒了好几天啊，晒得比较暖和嘛，对不对？现在给他们铺上啊，他们肯定感觉很爽嘛。然后暂时的话，这个上面先打开吧。暂时的话，这个会晒晒太阳嘛，就是这样。晴天让他们晒晒太阳好了，让这里面跑跑气儿啊，就是这样。都乖乖的啊，我继续忙了啊，这边卫生还有好多没有搞完呢，就是这样。然后里面的话，那个。里面那个暂时不给他换啊，那个保持的还行，我觉得还行啊，大家觉得呢？可以说一下啊。
然后我刚才把他们之前的这些碗啊啥的都给他们洗了一下啊，这不洗不知道啊，一洗吓一跳啊，大家知道吗？啊，大家看一下几个啊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啊，我的天哪，这光楼下都已经有七个碗了啊，这洗洗真的是啊，你们这几个小家伙，你们的碗是真多啊，不光吃的多，碗也多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大家看一下，真的是啊，今天统一啊大扫除，帮他们把里面的卫生搞了一下，然后让太阳晒一晒啊，然后的话这个吃饭的碗也给他们全部都洗了一下啊，然后还有他们的这个衣服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衣服的话也搓了一下啊，说实话这个就很无奈啊，大家看这里啊，这个是小黑啊前几天的这个新衣服啊，啊还不知道穿了有没有超过24小时啊，大家看看啊，这直接这个新年快乐的新字就没有了啊，就是这样啊，真的是醉了啊，哎呀我的天哪，我洗着洗着我的心都凉了啊，给阿飞的心都给洗凉了，真的是这样的。本来想着让他们多穿几天，对不对？穿到过年，对不对？但是这几个小家伙真的是，哎呀，真的是太闹腾了。说实话，真的太闹腾了啊！哎呀，都听点话，知道吗？特别是黄豆，就不听一点话啊，像个傻子一样。这个黄豆，真的是，你不要跟那儿搅了，木豆。我给你们洗好了，等一下统一吃饭啊。等一下，我看看你们四个在楼下一起吃啊。给大家看看是什么样的场景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还会不会抢饭吃啊，就是这样。嗯，然后现在已经狗粮给他们全部都给他们倒上了啊，分了四个位置啊，让大家看一下他们现在吃饭的情况啊。说实话啊，这狗粮倒的不是很多啊，每一碗倒的都不是很多，然后先让他们吃着啊，就是这样。别搁那儿乱跑了，黄豆啊，都好好吃饭。让大家看看你们的优良表现，对不对？在阿飞的这个管理下表现。黄豆你那儿干啥？你个新秋货。哎呀，这黄豆啊，是不是我说他不太聪明啊？大家看他确实不太聪明啊，吃着饭还能够，对不对？还能够让开坐在那儿啊，就是这样。大家看他们的表现是不是非常的棒啊？这笨笨的表现啊，大家看笨笨的表现是不是也非常的棒啊？没有说去抢其他毛孩子的吃的啊，是不是？大家可以看看啊，非常的和谐，对不对？嗯，非常的 nice 啊。嗯，吃饭去吧，黄豆。这不太聪明了，这天天说你不太聪明，你果然越来越不聪明了啊！吃吧。OK， 然后这个等了半天啊，他们终于把饭给吃完了啊！刚才最后进入决赛圈的是这个谁呀、啊？笨笨狗啊，还有这个小黑狗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吃的是干干净净啊，全部都吃完了啊。检查一下，看这个吃完没？这个也是吃完了啊。然后再检查一下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吃完没？这个也是吃完了啊。这地下的还有几粒呢？这，再说，走，这吃掉。小黑，这吃掉，吃吧。然后看一下最后一颗，哦，这个也全部都吃完了啊，吃的是干干净净啊。孩子把这里面的碗啊，里面的饭全部都已经吃完了，表现得非常的棒，非常的和谐啊，就是这样，没有枉费我给你们洗这么干净啊，把这个碗，就是这样啊。哎呀，等会儿再吃点别的吧，知道你们没有吃饱啊，因为这个狗粮确实没有倒太多啊，因为狗粮不太多了，所以要省着点啊，再给他们吃点别的啊。嗯。